2014年 Glory 的首场战役将在欧洲火药库克罗埃西亚点燃战火。荷兰飞翔绅士 Remy Bonjasky， 克罗埃西亚战绩 Milko Kroka， 两大踢拳界的传奇巨星一触即发，重演经典大战。此外，也将送上 Glory 重量级世界冠军争霸战，绝对带来场场最震撼的对决。3月9日 ，Glory 克罗埃西亚大赛，波斯无限独家呈现。